好，我看一下这题哈，靠向这种题目，老师一直在强调，对吧哈？这是蔡英群的两个，这两个怎样相乘，对吧哈？这两个相加减，有没有印象？老师讲过，只要是蔡英群的，好不好？这两个相加相减随便你，好不好？有加减，有相乘，麻烦你答案看谁？看相乘前面系数是几？一，相乘前面系数是一，答案就是几？一，这样行不行？老师这负的哎没差，只要这两个同号，好不好？两个同号，可能是两个都正号，或者是两个都是负号都可以，好不好？答案直接看相乘前面系数是一，答案就是几？一。那老师举例，那如果说是tan (80 度减掉tan (20 度减掉根号3乘上tan (80 度乘上 tan 20度的时候，像这样子情况，对吧齁？不错，这前面是相加减，后面是相乘，这样行不行？但是注意听，但是前面这边这两个是一正一负的，那一正一负的时候去注意听，这时候要把中间相乘前面系数把怎样变号，负根号3变成几？根号3，这样了解是意思吧？好，那如果说这边是相加，两个都是加的或两个都是减的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相乘前面是一，答案就是一，好不好？当这两个是一正一负的时候，麻烦把相乘前面把怎样变号。那如果说你不熟悉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去找一下这段影片 T21A03N1， 好不好？去找一下这段影片当中有详细说明这个公式整个由来，还有它的数据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好，麻烦把这题看一下。